有当时咱敢若伫迄个无注意的中间，
毋知影啥物时阵，咱敢若为迄个需要变做转做已经是欲望啊。有当时是甲朋友、甲咱家己亲近的人做伙食、做伙耍，有当时啊过头啊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可能伫咱的心内，咱有当时会感觉讲，咱对厝里的人、对咱所疼的人，咱要对因好，就是互因有做伙食大餐啊，也是讲爱提供较好的诶食物，也是较好的物质环境。若感觉讲无互因啊有较好的即种生活诶条件诶时阵，会感觉讲家己敢若是无够好。好，伫咱诶生活诶价值观中间，敢若食了好，啊住了真好势，就是好命。也是讲，咱会使有较好的食物，也是有较豪华的，会使徛起的所在，这就是啊，价值较有价值的一个生命。就安尼来讲，当然，甲遐个欺骗，也是去偷窃，也是出不义的财物来讲，咱头拄仔所讲的遮，敢若也阁无算讲是欲望。无算讲是引诱，但是呢，哪来哪多，哪食哪喝，咱的心有当时啊，着互遮个啊金钱，也是时髦，也是啊好日子、好命的生活，甲咱去掉的。咱对耶稣基督的疼，甲咱分对耶稣基督的心，有当时啊伫无着伫的中间，甲咱渐渐退步。咱也无搁再想着其他人，其他有需要的人。当然，富有甲有钱的生活，无一定就是丰富的生命。因为人，咱有一寡物件以后，有当时咱会感觉咱要搁想要搁有较济，会使搁得到较好，搁较济会满足，甚至呢进入到气坛内面。有一个见证吼，真趣味的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呢，发生伫较早期的时阵，讲到伫这个农村的所在，有一个富人人，伊呢借淡薄的钱给伊的厝边，但是呢，这个厝边吼，唔知影是啥物原因，拢无甲钱还给伊，所以伊其实心内吼有点仔难过，并且。其实毋是介爽快。有一天，这个厝边伊有饲鸡仔，结果有一只鸡仔吼，怎飞入去伊个迄个因家的迄个后门遐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看到迄只鸡仔的时阵吼，哇，伊实在是有点仔生气安尼吼，伊就把这鸡仔掠起来安尼。啊，想想阁愈想愈生气吼，怎啊把迄个。啊！伊迄个室内迄落迄门迄个夹掉，所以迄只鸡仔怎啊无办法飞出去？啊！这个厝边呢，就一直问伊隔壁的大家问讲：你敢有看到阮家迄只鸡仔？你敢有看到阮家迄只鸡仔呢？结果拢找无啦。啊！这个借钱的这个借伊钱的这个富人人，伊就不爱甲伊讲。落尾吼，想想阁愈生气。伊怎啊想讲啊，安尼嘛毋是啥物好代志吼。伊怎规去甲迄只鸡啊抬去煮啊食了安尼，啊就感觉安尼好啊，以后毋免阁再去想吼借钱吼人无情义即件代志安尼。真的是引诱，真的是试探。有当时啊小可代志，但是咱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进入到一种试探。也是引诱的状况，后壁我会搁再讲伊安怎来处理这件代志。伫咱今仔日这段的经文，其实咧甲咱讲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爱知足，咱才袂陷落伫这个试探，也是引诱的中间。一个委身伫耶稣基督的人，伊无办法委身伫这个世界，也是真在，尚是委身伫。所以，伫经文在甲咱讲，咧追求义，也是啊，吞论温柔，也
是仁爱，遮个，其实这就是甲咱正常在讲的迄个感觉，无办法，家己无够好，感觉无办法安心，等等遮个是无共款的。这个经文内面在甲咱讲，咱要安怎放下咱对这个世间钱财、权利、名利的追求。伊毋是讲，你甲放下怎啊空空？其实伊讲的就是在讲，当咱放下这个世间遮个啊引诱咱的遮个物质的世界的时阵，其实迄个内面，咱有耶稣基督的公义，咱有迄个仁爱，咱有迄个温柔，咱有迄个吞忍。所以，而且当咱放下这个世间遮个物质的钱财，咱转往耶稣基督。咱去追求啊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迄、那个永远的活命的时阵，这个情形就改变。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保罗提出这个，予咱知影爱满足的这个重点，就咱今仔日来讲，其实就是调整，就是从咱会讲讲，为迄个会过去。诶，即个钱财，也是即个世间即个物质，诶，即个生活，专为永远的活命，甲咱心灵的鼓舞，即个就是实践公义，就是有仁爱、有温柔、有吞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毋是感觉爱互厝里的人食介好、住介好，咱的心会较安。咱可能爱转换的一个情形，就是讲，咱若真正利益伫咱个家庭，咱可能毋是干呐真拍拼伫趁钱，当然真拍拼做工课趁钱嘛是应该，但是迄毋是唯一上重要个，毋是为着要互家己会使心较安个。其实，佫有较重要个是，伫家庭中间，咱爱用疼、温柔。讨论，吼，即个婚姻的关系会搁较好势，会予父母甲囡仔的关系会使搁较好势，会使搁较侪沟通，会使搁有较好的啊互相的对话。若是咱真正伫咱家己，也是咱家己的工作，可能咱爱追求的是公义甲公平，伫咱的职业工作中间去享受咱。努力以及咱所付出的成果，会使提升咱职业的品质，尽咱的本分完成上帝对咱的呼召，有份伫帮助这个社会的良善中间。咱若对于咱甲同事，咱是有好的同事，还是无好的同事，咱可能爱去追求的是一个合宜的职业关系，伫这个中间。为耶稣做光做盐，毋是遐尼啊！伫迄家己甲同事中间，是毋是有亲近，也是佫有较好诶关系无？即个咱伫经文中间，即个甲咱讲诶，保罗用诶个例是用耶稣伫比列岛面前诶见证。对咱今仔日来讲，点菜咱诶生活无到迄个坎站，面对生甲死诶即个坎站。但是呢，咱会使对耶稣伊安怎甲温度做伙生活，伊伫遮个记载中间，咱会使学习一寡啊看见，也是讲咱会使看见一寡耶稣个所在。其实就耶稣来讲，伊一生伊真包容伊个学生，伊对因真忍耐，伊常常安慰伤心甲受苦个人。伊对疲惫软弱的人，伊就伸出伊的手。伊甲抽水的撒该，伊甲伊转去因家，甲伊做伙坐着食饭，甲伊做朋友。耶稣亲近有需要的人，甲因建立好甲合宜的关系。保罗伫遮其实咧甲咱讲，当咱甲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咱有份伫伊永远的活命中间的时阵，咱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，咱开始伫这个世间
会使精进迄个心会好精进。所以咱也会使亲像耶稣共款，甲人建立一个好甲水的关系。我头拄仔讲到迄个例，讲到迄个甲人的鸡仔食去，因为人无现有钱，伊就甲伊的鸡仔食去迄个富人啦。伊伫迄个祈祷中间，有一天圣神甲伊感动，伊感觉心足会安尼，所以伊感觉家己安尼做吼，上会袂欢喜。所以呢，伊就摕一只鸡仔的钱去交会，啊，伊就甲团队讲，团队，我甲你讲，最近我做啥物代志，伊就承认伊家己的毋对，伊就想讲吼，我将这钱来奉献到教会安尼。团队就甲伊讲，这只鸡仔毋是教会鸡仔，这只鸡仔呢是你的厝边的鸡仔，你应该爱将钱摕去献你的厝边。团队就为伊祈祷，伊想足久的，因为吼，伊的厝边毋是基督徒，啊，伊若去甲这个厝边安尼讲，哦，安尼教会足无面子，伊嘛足无面子，安尼敢若有损失着教会的名誉。但是伊倒去以后祈祷，伊就又还有一个感受，伊需要去找伊的厝边甲伊服侍的。并且啊，将钱还伊，所以伊就去找伊的啊，这个厝边，甲伊讲啊，我真对不起你，我做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我摕一只鸡仔钱来还你安尼吼。伊就甲这个代志讲一遍咯，伊的厝边听，伊的厝边听了吼，想完怎甲伊问讲，这是恁基督徒做代志的原则吗？伊听了嘛，笑一下，感觉哎，伊奈安尼甲问来，伊就讲是啊，哎，阮教会是安尼甲阮教导，啊，我记得的时阵，我的心无安，所以我来找伊安尼。伊的厝边就甲伊讲，若是恁的教会啊，甲你所信的基督教是安尼教是，安尼我要去你的教会，我嘛要来啊详细。来听这个基督教的真理，就安尼，伊对伊去教会啊，落尾伊成做基督徒，这是一个真实的话。你甲咱讲，咱伫这个世间要精进，信会好精进，有当时啊确实无简单。咱会陷落伫引诱内面，有当时啊无小心的时阵，咱的心浮动的时阵，咱会。是的时阵，但是当咱悔改的时阵，不但上帝欢喜，上帝甚至透过咱无小心的犯错来行伊看做好的事。但是咱看这段经文，咱又还有一个焦急，这个焦急就是讲，安尼是毋是有钱？基督徒安尼到底基督徒是毋是会使追求钱财？不无是毋是一种罪？到底咱基督徒是要安怎来处理啊？这个经济的问题。伫第六章的十七节，伫遐讲着讲，有钱的人爱好宽待，啊，爱好宽待啊，送香的人。而且其实咧，甲咱讲，有钱甲无钱，毋是上重要的重点。伫基督徒在处理经济这个议题的中间，伫教会。的历史已经处理几啊百年，并且拢是微信伫追求永远的活命的基督徒、服侍耶稣基督的人在处理这个代志。看法顶端，检查有一寡无同款的所在。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约翰加尔文。约翰加尔文伫五百年前，伊咧看基督徒面对啊钱财，还是面对这个。啊，商业这个代志，伊要安怎来处理？伊是上早提出讲，其实啊，基督徒面对这个做生意这件代志，这有一个经验，是讲做生意是一定要有本钱，所以有人有需要借钱做生意，有合法啊，搁合理哦，借钱做生意。伊有当时爱冒迄个风险，因为这有投资的关系。但是呢，加尔文讲，
这若是属于专业的行为，就是商业专业的行为，这是属于专业的服务。这个投资也是一安尼的借钱的情形，其实啊，伊有一个专业的范围，这个范围就亲像律师，伊在执行伊的专业的时阵，这有那是一个专业的服务。所以安尼的商业啊专业行为呢，是一个合理，会使有合理的利息，迄、那个借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利息。并且国家要有一个合理的规范，无予高利贷，也是遐个地下啊资金会有通啊，甲人摕着迄个高利贷的情形。但是这种的商业啊专业，甲迄个处理送用人这件代志，去帮助送用人这件代志，这是无同款的情形。因为送用人伊是生活有需要。所以呢，当要借钱予送佣人的时阵，这毋是在做商业的行为，尽量应该是袂使出这个利息吼。所以呢，帮助人去脱离迄个啊，真送佣的困境，这个情形呢，其实是出自基督徒的爱心，伊甲啊商业的这种专业行为，爱有一个无同款的区分。而且所要讲的，就是讲有钱的人，伊有一个社会的责任，伊应该爱帮助受用的人。所以，刚你问伫这个部分的点关，伊无直接讲袂使摕利息，但是原则上在帮助受用人的时阵，应该唔当摕利息。伫第六章十八节伫遮有讲着讲，凡富人爱。甘愿去啊帮助送佣人，并且伫即个好事的顶端付布物，所以其实伫遮讲的就是讲，毋是有钱就是布物，是伫即个好事的顶端有一个布物，有一个真正咱的心灵有一个真丰富的一个情形。伫咱台湾的社会，咱已经为着啊。社会会使较公平啊，予遐个送佣人无搁再陷倒伫送佣的困境中间。其实咱已经有真侪年的服务，也有真侪的效果。当然，咱的社会有缘有送佣的人需要协助。但是呢，当咱在看的时阵，咱看其他的教会、各间教会机构也拢真努力，有分伫遮个。协助送佣的人会使脱离这个困境，但是咱也看见另外一个情形，这个情形就是二十一世纪这个送佣的问题。这个送佣的问题，不是干那物质上的送佣，咱即马可能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是一个心灵的送佣。这个心灵的送佣上有名的就是法国伊玛瑞利修女有写一本册。伊叫做送佣的布物，伊这本册名叫做送佣的布物，这是真有趣味的一个啊一本册。这个伊玛瑞利修女呢，伊出世伫一个真啊真好的家庭，受真好的教育，但是落尾伊去做修女，伊一生一直到伊八十五岁，伊做修女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埃及，伊伫埃及了。帮助遐个啊送佣的人，到伊八十五岁的时阵，伊转去法国。当伊转去法国的时阵，伊才发现讲，哇，惊一跳啊！你啦，非常的，予伊非常的惊讶，就是讲法国的社会已经改变，变甲予伊无办法理解。所以有一段话，伊讲了真趣味吼，伊即本册内面有一段话，伊是安尼讲。伊讲，伫迄个伊所面对遐个送佣的人中间，伊无伫因的中间看到绝望。伫迄个世界内面，有一种奇怪的迄种态度，也是心灵阻挡迄个绝望的发生。因为因面对因的生命时阵，
因伫迄个颂扬的情境中间，只要有一丝丝的物件互因，因着真知足，因会感觉真满意。所以因对即个绝望，敢若绝望甲因是无关系。但是当伊转去法国的时阵，伊看见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迄个问题就是讲，大家拢真有钱，大家敢若过了真好。但是当遮有钱的人做伙的时阵，毋知影为虾米，因常常妄动，因常常真紧着比较，因常常绝望。伊阁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伊讲伫非洲，大多数的人拢过了真爽享。伫即个爽享的生活中间，因彼此中间未有嫉妒，未有妄动。但是呢？伫澳洲，伫即个富裕啊，伫即个宋庸人哪来哪少的所在，伊看见的，却是一个富裕的环境中间，人做伙时阵常常妄动，常常互相比较，比较因，连迄个上简单、迄个话题就真快乐的迄个快乐已经失去了。这是伊玛瑞的收入，伊伫啊。二十世纪的上落尾到二十一世纪，伊所看见的一个情形。所以，当咱今仔日咧看这节的经文，咧甲咱讲，咱要精进神的好精进，咱要去用永远的画面去聊聊，咱就看见咱的情景非常的无同款。咱的情景，今仔日的台湾到底是富裕还是宋庸？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。对我们来说，在1980年代我们是富裕的，但是到今天我们好像亲像是宋庸的。到底我们面对我们自己，面对我们的少年人，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，我们要怎么在这个宋庸和富裕的中间，我们要来精进这个好的精进。相信这是咱大家面对咱在行信仰这条道路，在精进神的好精进之类，咱常常在咱的生命中间，伫遐在啊奋斗，伫遐在啊努力的。咱无一定完全的答案，但是咱知，当咱会使看，毋是干呐看伫这个物质的存在。咱会使看见物质真在后面有真侪关系，是为咱为耶稣基督这个关系，到予咱伫这个世间，咱会使甲人啊，甲咱的家庭，也是甲咱啊工作中间的同事，也是咱周围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会使透过这个啊关系的发展中间，一个合宜的关系中间啊，用这个物质。的人才来帮助咱活伫这个世间，会使建立一个搁较好的团体。用安尼点菜，咱会使讲，咱伫这个精进神的好精进中间，咱渐渐一步一步行向上帝的天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阿罗哩，我知我人无够业，我也真软弱。在我的一生中间，我啊，无带什么来，我也无办法带什么回去。但是主要所祈祷阮的上帝，当阮结缘伫你的时阵，阮知影阮有永远的画面。当你到阮结缘的时阵，阮也用你对阮的疼，阮会使去疼、去吞忍、去忍耐啊，阮周围来建立一个好的团结关系。愿你伫阮的中间，守住阮的画面，予阮伫这个中间看见主。你伫阮的中间，阮无得惊，阮真正是要精进神的好精进，将永远的画面去了了。愿主你来祝福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。阿门。